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即日起自7月16日在第一、第二展览室举办新事旧好谢昆山书艺陶科展，共展出书法、水墨、陶艺、陶艺、斋纸等100件艺术创作，欢迎各界爱好艺术的朋友莅临观赏。新事就好，在台语来说呢，是指兴趣来了，就率性任意，顺其自然，逍遥于天地之间，而悠游自得了哈。那么新事台湾话叫做心性了哈，是一种趣味，令人愉快，从心所欲，开心高兴的做一做啊，是一种轻松面对的处事态度啊。那么这个新事就好是我这一次呢，在彰化美学馆展览的主题哈，也是基于这种理念的呈现啊。那他不单是在书法、水墨方面哈，那另外他在瓷刻、雕刻跟那个刨刻方面都非常的有造诣。那他这次的展览哈，就是把他这一些艺术哈同时呈现。那跟以往的那些书法、水墨画不太一样的地方是，他通常有一个对照组哈。他如果说这个是书法作品的话，那他会旁边会有一个瓷刻或者陶刻东西的作品在旁边做一个比对。谢昆山老师投身艺术教育30余年，这次展览以新事旧好为主题，用书道共物陶树刨艺术之力，传达幸福趣味观念及传递对艺术生活的感动与动感，邀请民众细细体察，进入真博书法的世界。公益频道徐世昌彰化采访报道。